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阿比炫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一格方块生存系列第三集，这也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部片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！OK， 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OK， 那我们上一集有挖出金矿吗？我们上一集有挖出金矿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可以出什么更好的。就一个方块生存了。我来开第三集了。我应该先用金镐来。还没出好的。哇，有鸡耶！有铁锭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有两个金块了，我们现在烧一点烧肉好了。我们还有一些猪肉我们还有一些猪肉要烧。我们继续。刚这是什么石球？刚出金矿，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出有没？我刚掉到世界外面。怎么一直出那么烂的东西？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钻石？哎呀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钻石？哇，有铁有铁！搞啊！你干嘛都用搞啊？你都不会用正确的道具。有铁。哇！没，我就是没。你为什么那个泥土好像搞啊？那我不想换啊，我懒得换啊。完了，你在掉片了。0.50，我们的坐标。我的坐标好，很刚好很不刚好。世界这边是0.50，0.53。泥土可以干嘛 ？What the？ 啊！收集肉烤好了。不要，我先不烤猪，我们先烤三个铁块。我刚才那三，我刚才五个铁锭嘞，我在这里，吓死了。这样子，我们做木桶。铁剑可以合我们还是不要铁剑我们用铁斧啊。喂，那这箱这桶子快满了。我们把我们的
岩浆拉法放进去。哇，五十五啊！我们西瓜都已经挤了那么多了，我们这应该是不会要需要十五了。嗯，然后我的刚那些铁烧好了，烧好了，五个铁锭，五个铁锭可以干嘛？哇，可以坐矿车。嗯，我们都还没有装备。嗯，那我们就先继续挖吧。啊，惨了，我的石镐要坏掉了。没关系，等下坏掉的时候再做。哎呦！哎，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完了。我等我成一个没用的东西，实现五公斤，铁斧五公斤。那我是不是要先去核建啊？嗯。六公斤，四公斤。要吗？好，六公斤。可是我都已经有铁斧了，就这样找了。铁斧几公斤？五啊。那又没有比剑高，剑六。有羽毛哎。哎呦！啊！金矿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我差点要用石镐去挖哎。那这样就没了。铁矿。哎呦！又铁矿。这是什么？我闻到岩浆哎。原来是西瓜，那不是西瓜，南瓜啦！哇，又金矿了！等下，我们根本不用作战啊，我干嘛合成盾牌？那我也不用合成装备啊。那我刚才想合成。反正这次已经没办法通关的啦。我们要不要扩建一下 ？OK， 那我们就等我们扩建完成，我们可以好好装饰一番了。刚摔死了 ，P 哥，我没有 P 哥，我们刚杀了一只牛。你在干嘛呢？拿回去。
没有装饰方块的沈长岩，那个花岗岩，然后泥土。OK， 那我们把历史也放上去。我们的土地已经变那么大了，我们的平台，哎呦，啊！有煤炭。刷出一只猪来，因为我们的食草没了，铁镐也要没了，也有铁，这样我可以合成皮鞋啊。为什么？如果到时候万一出了粉鞋桶，我如果要走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跨的。我等一下做皮鞋。我找不到哪里，就不能出。等一下来玩。哇，煤炭。我找不到你呀、啊！我来了，然后我找不到你，怎么办？好，那就不要玩。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再见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那这一集主要是扩建自己的领土了 ，OK。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